开始。这里停一下，你要指一下卡槽的位置。哎，放进去，放进去。好，开始。压紧，这里转不动，这个标转不动的，压住的，也不能压太紧，拉不动就行了。先出张标看一下，出标一张，会发现它这个标很长，就是出了太多。这种呢，我们可以调一下这个剪标位置，调小一点它就短一点。我们再出张试一下，对，这样就可以了，一个毫左右。这里它出完标之后是比较紧一点的，不会很松，就是比较紧，松就是不行的。这个是它调的前后，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前后可以调。以后是调的高高低，这是高度，看不出来。嗯，高一点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再看出来。有一点点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这个可以调动的，这个。呀，用到就把气关了，直接关了。这个。你待会再做一个动作就好了，就做个动作就好了，就这样子。开始。关系到这个可以活动的，就这样调距离。开始。这两个螺丝分开，分开之后就可以调这个高低，把它锁紧。高度调我就把它锁紧。锁紧的话，这个就拧不动。开始。先把这个先放到这里，先从这里放下来，然后先开这个轴，这个电机轴，然后点动，夹住它，看它这个瓶子转的时候，开始，就是这三个瓶子跟这三个轮转的时候很均匀就可以了。可以。出完标纹，然后就把这个点动气缸关掉，拿出来看一下，看一下行不行？转一下，转一下，对，转一下。OK。关车了。啊？撞到这，多一下，这个可以调节它的距离。开始。好。开始。现在是关，这个是开，关。现在是